好吃啊，是，你看这油。下回给你整个切面去。可以。啊，今儿给大家做一个农村这个韭菜紫卷子啊，咱就做个不起劲面，啊，去少许面粉，碗肥，加少许盐。好，把面搅开，先把面先和上絮状，一点点加肥。面要揉弯一点，这是。哎，稍微弯一点。不能太拧了。紫卷子嘛，你小时候可能都吃过这，咱拉山人都吃过这个。你这和面有啥？要盘光手光，咱才能把面和光。看、啊、面这揉这长度，把面这放一下，叫香下个十分钟，再揉一遍就好了。撒韭菜，拌卷子，这个切稍微长一点，切个啊两公分就可以，也不要太短了，抓这就对了。有人爱吃葱，俺可以放点葱，咱就放葱，原汁原味去。全韭菜好吃。全韭菜啊，其实打点粉条子也可以。这盐啊，少放点盐。那五香粉，五香粉必须要有。有。就直接放生油啊。生油，把油多放点好，韭菜不是烫肥。开始擀面，把面一擀，就开始擀。擀上圆的。擀上圆的。等一下，可以了啊！你这等一下，这是可以的。面都擀好了，咱就把韭菜放进去。你看，这拿手包，包开，咱俩包开。包圆，你包圆啊！看着多香。咋这样卷？对，放笼里。放了啊！那啥，对，好了，让笼蒸。蒸多久啊？蒸下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差不多。对，把肥肥一和，蒜、辣子，倒点香醋，加点香油，最后放点盐。半个小时好了，咱就出锅。咦，叫我看一下。咦，你蒸长大了。那看看它面多。看着还可以啊。可以。直接拿笼上。直接拿笼上，好。辣肥肥美哈。那就美。咦，看着美的太。你看这油，哎呀，好吃啊，是，就这味儿，这四面蒸，下回给蒸个七面去，可以，啊，好，好口啊，过瘾。